咪话年龄相差有十数载，我话老婆越老越可爱，你有青春有热情，四十而家我也当你是小孩。观众朋友，你哋好，欢迎收睇阿湘讲戏节目。咁啱先我唱呢段咧，就系呢个范康嘅名曲《碧海狂争》里边嘅一个主题曲嚟嘅。咁啊，范康咧就系何非凡嘅唱腔啦，叫做狗仔腔。咁何非凡呢个老前辈咧，佢嘅唱腔咧就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系好跳跃啦，但系咧又好有韵味嘅。咁個髮口咧，亦都係好靚，咁所以咧，而家咧，好多我哋嘅粵劇嘅下一輩咧，都會學佢嘅唱腔嘅。譬如咧，高州粵劇團嘅陳斌啦，嗬，咁呢個文武生咧，佢係一個好勤力嘅文武生啦。咁佢咧就演呢個《碧海狂爭》，於是咧佢就係學呢個何非凡嘅唱腔。咁佢喺澳門啊、香港等地演出咧，都好受歡迎嘅噃。咁啊，高州粵劇團咧，亦都係一個。充滿朝氣嘅一個青春嘅團體嚟嘅，咁希望咧就係觀眾朋友咧就多啲支持我哋呢個粵劇嘅演出啦，譬如我哋廣東粵劇院啊、廣州粵劇團啊，包括下邊嗰啲劇團啊，佢哋都係非常之努力嘅。假如咧你多啲睇我哋阿湘講戲節目咧，咁亦都有啲劇團啦同埋老觀嘅情況咧，同大家介紹個噃，睇下呢一期有乜嘢精彩內容先啦。嗱咁啊，講起咧粵劇嘅花旦咧，咁佢哋係以唱為主嘅，因為咧我哋戲曲演員咧就係聲色藝，咁啊聲音咧就排第一嘅。嗱，譬如咧，我覺得粵劇嘅花旦咧，邊個花旦好聲咧？蘇春梅佢把聲咧真係好靚嘅，哇！我哋話佢把聲咧好靚金屬聲啦，好似吹簫咁樣，好靚聲嘅嚇。音色亦都係非常之靚啦，咁佢嘅唱功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功力啦。好，我哋一起睇下佢嘅故事啊！嗱，觀眾朋友，你哋好。咁最近咧，好多戲迷咧就同我講啦，喂，蘇春梅點啊？好似成兩年都冇見佢喺舞台上邊露面咯。最近點啊？即係好關心佢嘅狀況。咦，今日咧我就將佢請到嚟呢度同大家傾下偈嘅。哎呀，你好啊，春梅。湘姐你好。係啊係啊，咁戲迷咧就好關心你啦，就話真係好耐都冇見你咯喎。差唔多有應該有兩年幾三年時間啦。但係你最近又露面咯喎。啱啱喺新光戲院同阿棒哥彭志權喺新光演咗一個節之戲，係《宋江怒殺阎婆惜》。係啦，咁啊阎婆惜呢個戲咧，我諗你都係屬於突破嚟㗎啦。阎婆惜啊，要比較俏啦，我哋俗語又叫佢。佢又要嬌，又要俏，又要潑辣，又要將呢種狠毒嗰種另外一個幾乎係差唔多係一個反面嘅人物。即係佢係介乎花衫同埋彩蛋之間嘅一個矛盾。都係挑戰自己啦。開始啊，棒哥話：哎呀，你要演呢個阎婆惜好唔好啊？我有個專場啊，想你做嘉賓啊咁樣。我哎呀，阎婆惜啊，真係即係首先係驚咗下啦，好都好驚嘅。不過咧就覺得好啊，即係要嘗試一下咯，咩都嘗試一下啦。咁我就好應承咗，應承咗都要睇自己睇咯，慢慢去諗啊，要請教一下啲老師啊、啲朋友啊、同事啊，好多方面去請教，同埋自己咧一定要熟哭。呢個戲咧真係要好熟好熟。佢唔係話好多嘢唱一大段嘢唱，佢嘅界口咧就表演多，係啦，口白多，表演多，唱腔咧就唔係咁多嘅啫，所以佢係又要熟悉埋對手嘅台詞啊，又要自己嗰啲都要好細微嘅嘢都要熟悉，所以一定要熟曬曲咯。咁同埋咧，同阿棒哥拍檔咧。又不同的，你覺不覺得他我下七情上面，同埋佢拍檔其實很大壓力嘅，因為咧個排嘅時間係真係好短好短，冇乜幾多時間排戲，幾乎是未排。咁啊喺曲藝社咁啊響下咁啊夾兩次音樂咁啊你啦，咁係其實都是一個演員應該要具備嘅一啲嘅條件嘅，真係有陣時。無論是什麼的條件我們都要適應咯。哎呀，兩位老爺呀！
在我心碎。心只要就得啦，果然如此。好，我就要你两个鬼打鬼。哎呀，两位老爷，老身送我迎来，待一个得马是想反客为主，大人，你又何必戏劳啫？呢两年嚟你做乜嘢咧？呢两年几啊？咁两年前咧，两年几前咧，由于排咗一个我自己个人嘅专场之后咧，就觉得真系好辛苦啦，即系可能身体出现啲问题啦，小问题啦，咁就需要休息咁样。咁就真係停咗落嚟休息咗兩年幾時間，真係停落嚟，完全個心就靜曬，咩都唔諗啦咁啊！覺得真係休息咗兩年幾，覺得唔錯。咁我知道呢兩年幾咧，你就相夫教子啦。咁有時我都即係睇下你啲相啊，咁啊個 B B 而家幾多歲啦？七歲啦，翻學咯喎，讀緊一年級，準備讀二年級。仔仔都算係托賴幾乖，幾聽話。讀書啊，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只要同佢講道理啊，咁佢都會明白嘅。咁啊，爸爸亦都好錫佢啦。除咗忙於工作啊，佢一有少少嘅時間都會翻嚟陪下我哋咁樣，都幾開心啦。哦，咁我知道你先生咧就係外省人嚟嘅。係啊，江蘇淮安人。周總理的故鄉。嗱，咁你啊，廣東人啦，嗬。咁點解又會認識到一個外省嘅先生嘅咧？其實真係好難講點解啊，緣分嘅嘢，好難講得清楚嘅，因為都係一個巧合啦。佢都當時喺深圳做嘢嘅朋友啊，同埋一齊出嚟約會咁認識，好似係係咯，冥冥中注定咁樣咯。你先生係外省人嚟嘅喎，咁佢飲唔飲我哋啲廣東靚湯？其實佢早就已經係變咗大半個廣東人㗎啦，個飲食習慣啊。佢因為佢都係廿幾歲就嚟咗廣東深圳呢邊啦，咁佢都好中意廣東呢邊嘅飲食嘅，唔錯嘅。佢又中意飲湯啦，又本嚟好中意食辣嘢，都變咗，因為我唔中意食辣嘢，我唔食得辣嘢，咁佢都要將就一下啦。佢都變咗可以唔食辣嘢都得啦嚇，都幾中意廣東呢個口味咯。咁即係睇嚟你都好享受呢個家庭生活喎，都幾好啦。先生亦都係一個比較幾上進心啊，幾有責任感啊，又好照顧家庭啊，愛錫我哋啊，身體又健康啊，咁樣我覺得都唔錯啊。哇！咁你呢兩年幾都好有趣，啲生活都好豐富多彩。可以講係真正係休息一下咯，因為
細細個咁十零歲就開始入劇校讀書，咁啊練功，跟住又畢業之後就跟隨個團去演出啊，佢都生活都比較顛沛，比較貧學。嗯。咁啊，其實誒對身體係影響好大嘅。嗯。其實我哋係當即。十幾廿年咧，唔係好識照顧自己身體嘅，嚇、嗯嗯啊、一味個心就好專注一樣嘢，忽略咗呢、這個身體嘅情況。咁經過呢兩三年咧，我自己即係又養心啊，又養下身啊，咁樣覺得真係人咧身體係最緊要咯。首先真係要靜落嘅心，身體要一定要好。咁先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係啊，特別我哋做演員啦，最緊要身體好，因為我哋唱嘢靠個氣噶嘛，精氣神啊嘛。哦，如果唔夠氣咧，唱唱下，你覺唔覺得即係好似？我三年前我直情係覺得自己係氣好弱。嗯。我本身係唔知道咩叫高音噶嘛。係啊。係好易上去噶嘛。誒，發聲嘅位置啊，自己個悟性都比較高，得好。都比較容易去領略到嗰種發聲啊、唱嘢啊，好 OK 嘅，唔怕嘅，絕對。但係咧，哇！喺三年前嗰陣時候，我覺得哇，自己真係力不從心嘅感覺，好吃力。喂，點解會變成咁嘅咧？咁樣係咪方法咧？又諗諗下，又唔係方法。關鍵係身體，嗯，唔夠氣，係真係唔夠氣。嗯，我覺得真係休息咗之後咧，再去練翻。其實我其實。雖然話佢休息，冇從事到去演出，但係我自己咧都經常會睇戲啊。去咗蘇州之後咧，經常接觸咗小興戲啦、嗯、京劇啦、嗯嗯、其他嘅劇種啊、評彈啊，我都經常去聽。啊，覺得又係學習咗另外一樣嘢咯，我覺得咯。嗯嗯、多咗時間去睇咯。嗯嗯嗯、都會慢慢自己今次好似今次演翻呢個炎黃色之後咧，覺得。咦，同以前去理解人物、去演繹人物咧，都有啲唔同。Yeah.
咁誒有啲咩計劃呢？如果出翻嚟之後，雖然我係嚟咗職啊，但係咧就始終關係仲係喺曬深圳粵劇團嘅。咁團長啊、魏健團長啊、李活團長啊，咁我哋其實咧雖然係話冇喺我喺劇團工作，但係其實都經常有溝通啊。經常會講下自己嘅想法啊，咁啊近排咧我就同阿魏總商量一下，睇下可唔可以重排翻馬紅嘅經典戲。咁啊，我好特別鍾愛《手書院》啊，《冰雲公主》啊，《虎鳳燈簾》啊，一系列嘅戲。咁我哋首先好想嘗試一下再重排呢個《手書院》。我好鍾意呢個翠蓮嘅角色啦，佢。首先呢個人物好正義啦，好正氣啦，好可愛啦，同埋好聰明，同埋咧佢有一個又可以女扮男裝啊反串嘅角色，可以表達到好多嘢出嚟啦嚇。咁當時洪老師在生嘅時候，佢都經常同我講噶嘛，如果你想創作啲新戲啊，又未有之前咧，其實可以將我哋嘅傳統戲。我哋過往嘅經典戲，譬如我哋嘅《超級公主》又好啊，《手書院》又好啊，可以去重新去打造佢，去編排到佢更加適合時下嘅觀眾去欣賞去睇咁樣。即係佢曾經同我咁樣講過，我唉，雖然一直咧都未曾達成心願啦，咁依家我覺得應該去做呢樣嘢，即係時候。完成翻老師嘅心願，應該繼續去做啦，係啦。係啊，咁啊講翻老師啦，即係其實佢對你留低最深嘅印象係乜嘢？唉，佢對我哋留低最深嘅印象就係一定要學做好人先啦。因為其實無論做咩行業嚇，我哋真係首先係做人嘅態度一定要端正啦，要真誠啦，對人啊，對事情啊，一定要認真。要一定要一個真誠，真對演戲又要真，對做人又要真，朋友要真，呢樣嘢係對我哋嘅影響係好大噶咯。你而家即係其實入行都好耐咯，廿幾年啦，88年入學，92年畢業，92年就跟洪善女老師創辦嘅紅豆粵劇團，係啊係啊，一直到而家，到依家啦。當時都未畢業啊，其實我哋4年就畢業嘅，咁3年半嗰陣咧就紅豆粵劇團，當時叫小紅豆粵劇團，咁咧要排個山鄉風雲，排個山鄉風雲咧咁啊要急需要人要演個春花啊嘛咁樣，咁啊老師就要我嗱嗱聲即刻就走啦，你唔好再讀啦，嚟我度啦，提早畢業啦咁樣，咁啊班主任咪帶咗我去個屋企。我不知道什麼回事，我成嚿飯咩都不知道，老師說你執埋啲收緊我走啦，咁去洪老師屋企啊，去面試啊咁樣。如果老師肯收你咧，你可以提早畢業噶啦咁樣。咁我去到屋企，當時係佢係都係住喺華僑新村啦。咁啊叫我唱首嘢啊，俾佢聽，唱首《超軍出塞》。哦。唱首《超軍出塞》，唱咗半首，佢就覺得我覺得佢個睇睇佢嘅。表情啊都好滿意咁啦，係嘛？咁啊又冇同我講乜嘢啊，就問下我邊度人啊，幾大啊，中唔中意做戲啊？咁啊傾下閒偈，咁就係咁就話定咗落嚟就喺小紅豆做嘢啦。咁當時就住喺屋企，住喺老師屋企。咁當時住喺老師屋企咧，陸續啊有一小新馬啦，當時叫小新馬，依家黎俊昇啦，跟住我啦。後嚟又嚟咗歐海明啦咁樣，咁啊都一齊住喺洪老師屋企，咁一邊跟住老師學習佢嘅紅派藝術，一邊就喺紅豆劇團工作咁咯。咁一眨眼就20多年啦嚇！眨下眼就20多年啦，真係啊！咁啊20多年咧，你又演咗好多戲，拍咗好多文武生啦。咁其實你最中意同邊個文武生拍檔嘅？其實個個都喜歡，因為咧喺佢哋身上真係每個人嘅身上都有唔同嘅。可以學到他們不同的東西，特別歐海明啊，他在研究人物方面真的 很用心，很認真的，他由始至終到現在他都是非常執著，對藝術的追求很執著，很值得我們學習。看阿湘講戲，品戲曲人生。在演的過程中呢就很開心的，
好刁蠻啊，又嬌媚啊，又好俏皮啊，又好聰明啊咁樣。夫妻之間咧，總少爭拗啊，少鬥氣啊，鬥氣得嚟又好其實就好，大家都好互相好愛護對方嘅。不過咧就年少氣盛啦，唔懂事啦，即係其實都係反映依家時下現實生活嘅人生啦嚇。咁、其實新婚夫妻咧，好多都係要經過一段嘅磨合啦。嗱，咁你又睇咗呢個蘇州評壇啦、上海粵劇啦、京劇啦等等，咁你覺得咧，佢哋呢個劇種同我哋粵劇有咩區別？有噶。我覺得他們的表演整體方面特別是首先是劇本的梳理啦、導演的手法啦、整個舞美舞台 的調配啦，他們我覺得都真的很講究很講究的，特別是演員那種功的演戲那種功、功力粵劇呢，就我們的唱腔非常豐富，很優美，很好聽，但是在演繹人物那種功、那種技藝那種嘢咧，我哋真的要向其他劇種嘅要追佢哋，佢哋真的比我哋前很多。你話即我要演呢種，我要絕火啊！我攞啲乜嘢嚟俾人睇？我要演呢一場戲，我有乜嘢俾人睇？即喺我哋粵劇方面真的欠缺咗少少。值得去向其他兄弟劇種學習嘅呢樣嘢，真係。你就睇咗佢哋嘅藝術啦。咁最近你同阿棒哥演呢個戲，你有冇借鑑或者係融入咗落去咧？演呢個戲之前，我會收集一啲睇下人哋譬如豫劇啊、京劇啊、昆曲啊，演呢個閻婆式，睇下人哋係點演咁樣。咁會多啲睇，經常去睇。首先就係要感覺呢一個人物。要把握呢一個人物，感覺佢係一個咩人，佢嘅性格係點樣嘅？因為我哋嘅台詞啊，我哋嘅舞台調度同人哋完全係唔一樣噶嘛。我冇可能一舉手投足要模仿，係首先係多啲睇人哋咯。睇咗然之後，自己通過自己去理解呢個人物。針對我哋呢一個台詞，去自己去設定啲動作去表現咁樣。嗱，咁你離開舞台，即其實你係休息咯，嗬。咁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梳理一下自己啲思路噶，嗬。咁你有冇諗到啊？假如我而家重新出嚟啦，我係要條路係點樣行咧？或者係我係要點樣嚟到再塑造自己嘅角色咧？咁樣，我覺得咧投入好緊要咯，去做一樣嘢。即係靜下心嚟，覺得自己咁多年嚟，雖然係從事咗真係二十幾年，但我覺得自己投入嘅程度係唔夠。覺得做一樣嘢一定要專注咯。以前咧有一種做下做下好似好厭倦。唉，都唔知道為乜咁攰。唉，每次化妝啊出場之前都有一種好疲嘅感覺，唔係好積極嘅狀態嚟做到咁樣。咁經過呢段時間休息咗之後，覺得咧，其實呢個心態係唔啱嘅。即係我覺得做一樣嘢真係一定要好專注、好投入。就係講嚟講去，仲係紅線女老師嗰種追求藝術嗰種精神。即係好永遠都係要向佢呢種精神學習。我覺得好難啊。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咁不如咧就講下咧，你演咗咁多戲啦，你最中意邊個戲咧？哎呀，我好中意《刁蠻公主昂胡馬》。係啊，因為我覺得演呢一個角色咧，其實喺演嘅過程中咧就好開心嘅。好刁蠻啊，又嬌媚啊，又好俏皮啊，又好聰明啊咁樣。夫妻之間咧總少爭拗啊，少鬥氣啊。鬥氣得嚟又好其實就好，大家都好互相好愛護對方嘅。不過咧就年少氣盛啦，唔懂事啦，即係其實都係反映依家時下現實生活嘅人生啦嚇。咁
其實新婚夫妻咧，好多都係要經過一段嘅磨合啦，咁啊，係要有咁嘅過程噶嘛，呢種都係一種樂趣咯。咁佢演繹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即覺得係幾過癮咯。嗱，咁我哋都係演古裝戲多啦，嗬。咁演現代戲，你又點睇呢個現代戲嘅演繹咧？演現代戲啊，真係呢個真係好多謝洪老師啦。講起現代戲咧，我其實喺學校裏邊就真係未演過，未接觸過嘅咁樣，睇到好少。咁啊，自從一畢業就即刻演第一個戲就是、現代戲《山鄉風雲》啦。咁啊，洪老師咧，佢又有拍電影啊、電視啊，佢將佢嗰啲演藝嘅心得啊，當時啊，即將佢嗰啲教曬我哋噶啦，其實。但由於我哋咧啱啱即叫做小學生畢業，太細個啦，領略唔到。但係咧，但係唔等於冇用喎，真係好有用。就係由於即係好早就去接觸呢樣嘢啊，咁咧就以即係演繹嗰個人物啊，內心嘅嘢好緊要，好真，一定要真。同埋又要多謝有陣時係哎呀，特別係電視台啦，拍一啲小品。咁又對我哋又演呢個現代戲又好有幫助嘅，咁啊同埋又曾經演過現代戲，演過幾多個啊？演過首先《山鄉鳳雲》啦，跟住就《春滿梨園》啦，深圳粵劇團呢個就叫做《陀哥的旗》啦，《枫樹夜歸人》啦，咁咧就通過演呢幾個現代戲咧，咁我哋又接觸到好多嘅話劇嘅導演啊，特別佢哋。嗰種排練嘅方式咧，嗰、那個由頭至尾嗰種進度啊，嗰種唔同嘅，同我哋古裝戲嘅排練係唔同嘅。佢首先要我哋要你演繹呢個人物，就要設定一個自己嘅個人自傳。即係我要講曬我要設計曬呢一個人物，我係幾多歲，我係咩性格，我係乜嘢？地位咩身份咩形象，我屋企有啲咩人，即係要自己要列一個自傳。基本上你如果列咗呢個自傳之後，基本上自己嗰個心裏邊已經係形象有咗出嚟㗎啦。我覺得呢個幫助好大。所以演繹呢個現代戲咧，其實亦都反過嚟嚇，用呢一種手法去演繹翻我哋嘅古裝戲，亦都係好有幫助。咁我覺得現代戲其實真係幾難嘅。通常如果是一把握不好就變成話劇加唱啊，同埋咧或者係太過程式啊，又變成又不符合，都幾難嘅。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咁容易，但係我覺得好難得演咗咁多個演得起，對我嗰個理解人物好有幫助。Thank you.
而家就重新登翻個舞台啦，嗬。咁有冇啲咩規劃咧？即係有冇諗住？哎呀，假如我能夠排個乜嘢戲就好啦。每個演員都好希望能夠有自己嘅代表作啦。咁我講真，到依家為止，一個都仲未有喺度尋尋覓覓，一劇之本真係好難求。咁冇辦法啦，冇問題嘅，我哋咪一邊尋求呢個自己嘅作品之前，咁咪要排翻一啲傳統經典嘅傳統嘅經典戲咯，去學習先咯。我哋因為粵劇咧，其實都有作家喺度嘅，咁叫佢哋寫定咯。即係你係中意手書院嗰類嘅角色啊，定係中意刁蠻嘅嗰類嘅角色？其實我方方面面的角色我都其實都好中意嘅，只要個戲有戲，吸引觀眾大家中意睇嘅戲，咁我咪中意去演咯。其實戲真係演員又要中意演，觀眾又中意睇嘅戲，咁好戲嘅其實 OK 嘅啦，係啊。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目標啦。我覺得人咧要有個目標嘅，都想嘅，肯定想嘅，睇下有冇咁嘅運氣啦。係啦係啦，咁就希望。即係可以朝住呢個目標咁樣加油努力啦，好唔好？努力。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好啦，又到咗我哋梨園藝壇嘅節目啦喎。咁啊，梨園藝壇咧就專門咧請嚟啲老官咧，就同大家講下譬如秋生或者係文武生或者係刀馬旦蘇生等等啲舞台嘅表演嘅技巧嘅。咁呢一期咧就係講到咧秋生反串嘅。咁啊，秋生咧就係喺戲劇裏邊咧就係一個比較活躍氣氛嘅角色啦。咁佢反串啊花旦或者係老旦嘅。咁其實好搞笑噶噃，不如聽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梨园艺坛，我是张鸿平。其实讲到丑行呢，我就讲了文丑的很多种变化啦，包括说方巾丑啊、蒲大丑啊等等啦。其实呢还有一个比较深入民心啊，或者是观众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用丑行来表现的。其實咧，這個角色咧就叫彩蛋啦。其實彩蛋咧，一般嚟講，佢都係以前啊，都係男性嚟扮演嘅。因為以前嘅無論各個劇種啊，或者係京劇又好，我哋粵劇又好，全部都係全男班啦。咁所以男嘅要兼顧埋呢啲角色嘅。咁其實咧就，男的扮彩蛋呢，我覺得是在舞台上是很豐富很精彩的一個角色來的。其實彩蛋呢，他所飾演的角色基本上都是風趣啦、幽默啦、誇張啦，而且呢就可以點綴了戲裡面的光彩之處啦。咁雖然話彩蛋有亦有啲唔好嘅，好似嗰啲比如講話宋江殺色啊，裏邊個劉媽媽就唔係咁好啦。咁比如講話潘金蓮啊，裏邊個黃婆啊，咁佢又唔係咁好啦。但佢亦有好好嘅喎，比如講話十玉竹嘅劉大娘啊，佢亦係一個好嘅劉媽媽嚟嘅喎。所以咧，今集我哋講下《十玉竹》呢個戲。丑生反串彩蛋之一。在《十玉竹》戏入边，刘大娘的出场表演应该夸张啲，注意腰的运用，以及在十放玉竹时脚要别步，充分体现女性的线条美。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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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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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俾個肉眼你先，嚇，得得得得得，哦，
点解有只玉鸭会放喺呢个位置嘅？哦，可能系头先嗰个后生仔摆低嘅噃。点解个后生仔将佢自己家传之宝摆喺呢度嘅？唔通啊？明白啦，可能呢个后生仔中意咗呢位姑娘仔，所以将佢家传嘅宝物摆喺呢度，想送俾佢嘅。呢一对男女都算鬼马啦。好，咁我摆翻低，我睇下你两位搞乜嘢先吓，跟住摆低吓。咁咧，我而家就讲两个动作，一个系执，一个系放。即執玉鴨和放玉鴨，即而家你稍微咧就未曾好注意呢個細節啦。嗱，其實話只玉鴨，哦，佢留低嘅，咁我睇下先。執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咁蹲嘅，唔會話係咁就落嘅，因為佢第一個係女性啦，第二個佢老人家，佢一定要稍微係比較低啲少少先能夠執得到。所以佢係咁樣先執得到。咁女性其實如果作為觀眾嚟講咧，你咁樣嘅動作咧，佢雖向下邊睇會好靚，會好美。所以就你唔好話自在話，我執得起。其實唔係咁，一定要顧全佢嘅身份。所以佢輕輕咁執咗起身，哇，好靚啊！好。我就擺翻喺嗰度嚇，嗱，擺亦係咁擺，亦係咁擺，其實又係靠呢個坐盤咁擺翻落去，然後先退翻落嚟。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其實響我哋戲曲裏邊啊，戲曲史裏邊，其實一直以嚟彩蛋呢個行當呢類型嘅角色咧，最出彩嘅都係男性演員，因為包括話響京劇啊，你包括而家嘅京劇裏邊，佢反轉彩蛋啊呢個行當嘅都係一個啲男性。咁仲有一個咧，就我覺得你就可以再放開少少，因為雖然話即係作為觀眾嚟睇咧，因為我有做過觀眾啦，我有演過呢個角色，我覺得你出場嘅時候誇張啲，將女性嘅一些特有嘅動作做咗出嚟，下邊觀眾會好認同，會好欣賞呢類型嘅表演嘅。比如講話一出場好特定嘅摸下個頭，朵花有冇正啊？即係其實佢係一種嘅比較習慣嘅手勢啦，咁一出場摸下先。個後生我認識嘅噃，咪傅鵬，點解佢響呢一處嘅？奇怪啦噃！有隻玉鴨噃，點解嗰度有隻玉鴨嘅？唔通係嗰個後生留低嘅？我睇下先。哇！呢一隻玉鴨真係好靚噃，個後生擺隻玉鴨喺度，佢有乜嘢企圖㗎？咁靚隻玉鴨，唔通佢？可能咧，佢係想將玉鴨送俾呢位姑娘嘅。哇！呢隻家傳之寶嘅，好。我將條玉鴨擺翻喺嗰度，睇下你兩個會搞啲乜嘢嘢先。好，我等住睇戲。其實咧，彩蛋呢個行當咧，好多人忽略咗，以為係彩蛋啫嘛，基本上係一個，比如講劇團啊，一個女性演員啊，畫得誇張啲啊，就叫彩蛋啦、啊、咁。其實響我哋戲曲裏邊啊，戲曲史裏邊，其實
一直以嚟彩蛋呢個行當呢個呢類型嘅角色咧，最出彩嘅都係男性演員，因為包括話響京劇啊，你包括而家嘅京劇裏邊，佢反轉彩蛋啊呢個行當嘅都係一個啲男性或者係以前嘅前輩啊，而家嘅新秀啊咁，因為佢對呢種類型嘅角色，佢能夠話第一，佢能夠話體現出呢個角色人物嗰種風趣啊，表現佢嗰種灰鞋啊，嗰種爽朗啊咁。男性演員可能會表現得更加開放，更加讓觀眾能夠好容易咁感受得到啦。咁相對嚟講，女性演員因為佢本身就係同性啦，同性作為佢嘅發揮咧，可能會有所限制。雖然佢嘅身形啊，各個方面都係女性，但係即係話喺觀眾認可裏邊咧，就男性演員係相對於女性演員較好嘅。好啦，今一期嘅節目又差唔多啦噃，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睇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好啦，又到咗戏迷点播啦。咁最近咧，好多戏迷咧就系写信嚟啊，咁啊点播自己心目中老官嘅名段名曲嘅。咁喺度咧就先多谢你哋啊，对我哋节目嘅支持啦吓。咁我哋尽量会满足你嘅要求嘅。啊，呢个朋友咧，佢要点咧罗家宝同埋李慈湘演唱嘅《宝剑赠英雄》。哇，咁啊几好啊！呢一个咧就系即系讲我哋呢个民族英雄嗰啲故事嘅噃。咁不如我哋一齐睇下。话缘又缺，红英凄复飞。从明西呀衰正。
州以来泪暖我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王师傅始终都不动声色，但系见到呢位朋友硬系唔肯走啦，于是佢当时微微一笑，行上前喺前边嘅地堂嗰度，将一条比我大髀都仲要粗嘅石柱一扶扶起身。朋友。Thank you.
周猎奇谋早已定，功成大任定可期。知己话，助我高扬博浪追。色论兴啊，你我相交数月，结下款款深情。今日兄长远行，小妹难随左右，特赠宝剑一把，借以壮军行色啊。宝剑，多谢了。色论兄啊，反清廷最困厉，反举义旗。你长无忧，定然为我添福气。清风剑大千般爱，此生与君轻轻挂起。你我心相印，爱一半随人在。蒙兄厚爱，秋瑾恩惠莫名，愿纵绝作宝剑歌，为君送行啊。如卿当洗仪宫廷，请。话到兴亡似玉裂，千金使得宝剑来，分离不似似赤铁，此生一世负鸿毛，人生都似光阴劫。好一个人生到此方英杰啊，手提清风冷风的寒月，月一腔长夜，好教你人随妖孽。
湘讲戏，品戏曲人生。嗱咁啊，講起咧，我哋藍潘筍咧，咁啊對呢個粵劇咧就係好啊好中意啦。咁我哋係粵劇之鄉啦。咁仲有一樣咧，講起佛山咧，哇，仲犀利啊！佢係武術之鄉啊。因為點解咧？嗱咁啊，佛山啊，順德咧有好多啲啊好知名嘅呢個好打得嘅功夫人啊。嗱，譬如咧又有呢個黃飛鴻啦，啊又有呢個李小龍啦。又有葉問啦，仲有個叫做黃少俠啊。黃少俠咧，咁啊亦都係喺武打方面咧好叻噶啦。咁佢仲獨創咗一套咧叫做抗日嘅大刀法。哇！呢個大刀法係究竟係點樣嘅咧？嚇，呢個刀咧究竟係點樣耍嘅咧？不如我哋聽下佢嘅故事啊！各位朋友，喺上個星期嘅故事裏邊，我同大家講咗。南沙區大江鎮的十八羅漢山上梅郎與布娘的愛情故事，今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番禺區石基街蓮塘村裏面一位一代宗師低調大俠的傳奇。這位低調的大俠是什麼名字呢？這位低調的大俠叫咩名咧？佢就系我哋创编咗黄少侠拳法同埋器械嘅一代宗师黄少侠师傅。嗱，讲到话近代广东嘅武林人物，可能好多人都会好熟悉。而家喺电影里边经常演嘅黄飞鸿啊、叶问等等呢啲嘅老师咧，但系其实讲到话。對武林、對國家的貢獻，黃少俠老師啊，係一啲都唔遜色位前邊嗰兩位人物。嗱，首先喺建國之後，唯一只係有一個人就係黃少俠老師，能夠得到國家體委承認，創編咗以佢自己嘅姓名嚟命名嘅拳法同埋器械，可以講係真正嘅開宗立派。呢、這個。迄今為止，似乎都唔係有幾多人喺佢之後再做得到。第二，喺抗戰期間，我哋中國軍隊廣泛應用嘅抗日大刀法，呢路抗日大刀法曾經打到日本仔哭爹喊娘、聞風喪膽。呢、這個大刀法嘅主創人係邊個？就係、是、我哋嘅。黄少侠老师，大家话有咁样嘅贡献，佢称唔称得上系一代大侠呢？不过就系因为呢位大侠一生人都为人低调，佢崇尚系爱国而守法。喺佢一生嘅经历里边，公开去接受人哋嘅挑衅比武嘅，几乎。好似冇到一次，最多同你过下招，隔下三星，从嚟未真刀真枪咁去同人认真作咩生死之战。但系正系呢位低调嘅大侠，佢喺武林，无论喺对拳术嘅创作，亦或对国家杀敌嘅贡献上面，作出咗咁多令人惊叹嘅奇迹。你话啦？佢嘅故事值唔值得我哋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咧？话说黄少侠老师啊，佢细个嘅时候系曾经跟住佢父亲一齐喺西关嗰度做住生意。虽然佢呢个人自细俾人嘅感觉就非常之聪明伶俐、悟性又高噃，但佢偏偏对做生意。冇嚟興趣，反而好中意咧睇人哋打拳練武。嗰陣時，廣東嘅主政者亦都係非常之喜歡嚇崇尚武術，所以當時西關到十三行呢邊一帶武館林林。就係呢個時候，黃少俠師傅就得到咗一位洪拳大師嘅賞識。亲自教咗佢藤箍手，呢、這个
黄师侠老师第一个嘅师傅，就系、是、当时嘅大力士洪拳情华。大力士情华佢个看家本领藤箍手啊，专门练嘅臂力。黄师傅得佢真传之后，佢嘅臂力啊，亦都练得相当惊人。听讲话，练到后嚟，黄师傅嘅左手比右手啊粗咗唔少，所以后嚟武林之中就冠呢个名号叫做铁臂鸳鸯手。咁究竟黄师傅嘅铁臂鸳鸯手有几犀利咧？听讲，当年啊，有位武林人士想同佢比武，对佢百般挑衅。黄师傅始终都不动声色，但系见到呢位朋友硬系唔肯走啦，于是佢当时微微一笑，行上前喺前边嘅地堂嗰度，将一条比我大髀都仲要粗嘅石柱一扶扶起身。朋友，既然你今日要一心嚟同我比试嘅话，咁好啦，或者我就玩翻一手，大家切磋下啦。讲完之后，黄师傅轻轻一运气，伸咗佢左手一夹，夹住嗰条咁粗嘅石柱，然后出力一剪，啪一声，哇！嗰条石柱应声而断。哎呀，净系呢一招啊，就吓到嗰位一向都不知天高地厚嘅武林高手落荒而逃啦。呢位武林高手仲系当时南方五虎嘅其中一位嘅后人，不过系边个呢？喺度我哋就唔讲佢啦。后嚟黄师傅喺除咗学洪拳之外，又学咗南北两派嘅武术精华，可以讲佢真系学贯南北，又练埋西洋拳，一身嘅本领已经非同小可。但系呢个时候，佢仲遇到咗喺佢一生之中非常之对佢有影响力嘅一位名师，呢位就系喺李小龙先生嘅传记里边都曾经啊一力称赞嘅传奇武林人物，喺当时有五省刀王、七省拳王之尊嘅罗汉门一代宗师孙玉峰老师。孙玉峰老师见到黄师侠师傅为人又好够谦厚，悟性又咁高，练功又咁刻苦，于是就将个罗汉门所有嘅功夫倾囊相授。黄师傅可以讲得到咗孙玉峰老师嘅真传，一生真系受用非浅。后嚟抗战爆发，因为孙玉峰老师老家就系东北，佢一知道东北沦陷，就毅然咁一个人翻返去东北抗日，自此同黄师傅就音讯无缘。当时黄师傅好想追随自己老师一齐踏上抗日战场，但系听讲孙老师同佢讲话：我一家大细都喺东北，呢次去可能一去无回，但系我企喺度船，我唔得唔翻。喺而家呢个时势，一个人嘅力量系好有限嘅。小侠，我对你系好有敬意，我希望你能够将我哋嘅刀法发扬光大，教识更多嘅人练习武术，话唔定喺战场上仲可以发挥更大嘅作用。黄师侠师傅正系听咗师傅嘅呢番激励，于是佢马上就揾齐咗自己嘅几个好朋友，一齐融汇咗几家刀法之长，研究当时嗰啲日本兵嘅刺刀技法，于是佢哋卸繁就简，好快就创编咗只有几式嘅抗日大刀刀法。我后嚟喺军安邂逅过几个抗日老兵嘅后代，佢哋都曾经系抗日大刀法训练班嘅成员，仲将嗰张毕业证书俾我睇过。我听呢几位老兵嘅后人，
抗日大刀法，咪睇佢簡單，但係非常之實用。好多時來來去去都只有幾招，但係就打到啲蘿蔔球啊，哭爹喊娘。聽講話抗日大刀法主要係先用練刀背，喺敵人刺刀刉過嚟嘅時候，我哋咁一擋一格，隔開鋒鋭，然後用反手刀一拖，斬向敵人條頸。因為當時嗰啲日本兵好多時都帶住鋼盔，所以你要劈佢個頭就唔容易。但係斬佢條頸，這個就係敵人唯一嘅破綻。因為呢個抗日大刀法簡單易學，好快佢哋就教識咗一班班有武術基礎嘅骨幹，再由佢哋傳播到我哋中國軍隊之中。聽講當時喺淞滬會戰嘅時候，宋志元將軍曾經指揮過一場夜戰，呢場夜戰就係當時由大刀隊夜襲敵營。我聽嗰位軍安老兵嘅後代話，佢聽佢講，當時摸營嘅時候，佢哋好多士兵都係除大赤冷，全身搽滿雪油，攞住口奔血大刀，一路摸到敵營裏邊。總之呢，大家都廣東仔，咁就最易啦。當時佢哋約定咗個暗號，就係我哋廣東人嘅一句粗口：烏喇嘛嚇！只要呢一摸到敵人嘅身上係有布嘅，跟住一刀就劈佢。呢一刀啊，好多人經過千錘百煉，用呢個抗日大刀法都準確咁劈中敵人條頸，唰一聲，一個頭腦就即刻飛起。呢一戰真係打怕咗好多嘅日本兵。聽講後嚟喺東姑嶺一戰，日軍嘅伊川師嘅師長喺望遠鏡裏邊睇住兩軍肉搏嘅時候，我哋中國軍隊嘅大刀打到嗰啲日本兵毫無還手之力。當時啊，佢成個望遠鏡都震曬。抗日大刀就係咁樣，一下子傳遍咗整個中國嘅戰場，整個中國軍隊之中。日本兵點解咁驚我哋嘅抗日大刀法？聽講啊，仲有一個咁嘅傳說，嗰啲迷信嘅日本人認為喺戰場上，如果被敵人嘅大刀斬斷嗰條頸，成個頭都斬到飛出嚟，咁樣死法會成為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嘅喎。後嚟喺建國之後，當時啊，曾經參與指揮過淞滬會戰嘅蔡廷佳將軍，喺黃師傅師傅代表廣東武術隊參加全運會嘅時候，知道咗呢個就係抗日大刀法嘅主創人，仲專登接見咗佢。亦就係因為咁，破龍元帥亦都知道咗黃師傅師傅，專登啊請佢留低教我哋公安部，希望佢幫手創編一套擒拿手。黃師傅師傅出色咁完成咗任務，不過一向低調慣嘅佢並冇繼續留喺北京嗰度任教，而係翻返嚟廣東，後嚟又翻到我哋石基村做翻個平凡嘅鄉民。佢嘅一生可以講為武林、為國家，亦都做出咗好大嘅貢獻。但係佢為人，佢係依然同好多嘅番禺人一樣沉實低調。聽講最近番禺區準備重新咁挖掘黃少俠嘅文化，喺佢哋個廣場上面豎起黃少俠先生嘅塑像。聽講佢哋嘅小學裏邊亦都會揾黃少俠拳會嘅朋友去傳授黃少俠嘅拳法，希望呢個一代宗師佢留低嘅嗰啲珍貴嘅拳藝喺今日能夠得到更多嘅發揚同埋傳承啦。好啦，這個黃師傅嘅傳奇，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已經係告一段落啦。喺下個星期，希望同大家繼續講多啲唔同嘅故事。
在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唱片其实真的不好做，的而且确系唔好做。近呢十年都开始唔好做噶啦。其实，但系当然是作为艺人嚟讲，作为歌手嚟讲，你无论如何出一张唱片是很值得，好值得去纪念噶嘛。系啊，即使是冇钱都好，冇钱赚都好，都是不会错。咁大家目前咁样嘅状况，其实都看到广州并冇以前咁好。但是其實我覺得很多的時候有些香港的歌手啊，或者台灣歌手，甚至一些國際的歌手都來到我們廣州去做演唱會、做宣傳。